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学 OK 啊。请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现在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食物异物的游戏。王伟，交给你了。赢的人是抽，因为群聊结束。不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猜你会出剪刀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抽。好了，快点。来喽。认真抽，你要怎么抽？气管系。气管系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抽。嗯。化学系。这我家救命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量杯啊！量杯，量杯是要怎么换？限时一小时开始哦。好。好。开始，就我觉得这个是这样一个逻辑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量杯基本上是应该是换不到什么东西。你朋友不是很多吗？对，我们就直接拿量杯，然后说我们直接友情，然后来交换。可是我朋友现在还没上班呢。啊，你朋友没上班？不是店应该是店没有这么早上班，上班嘛。计划不通，计划不通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们要找店面，然后要找那种不是连锁的。我觉得你不要照量杯的逻辑换，因为量杯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人想要那个东西，但是我们现在能用什么？我们现在有的武器是什么？你很漂亮。为什么是你亚瑟穿很少啊？哎、欸，他是下一招，他下一招。再来才是我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干嘛？你今天有什么？没用。OK， 好，出发出发出发 ，Go Go Go！ 现在看到两个在夹娃娃的妹妹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去跟她玩这个游戏，看看她会不会愿意跟我们交换。我们是大学 OK 啦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玩一个以物易物的游戏。我想请问你，愿意跟我玩一个游戏吗？可以。那我们的游戏是你要拿出你身上的东西，然后跟我们交换。它看起来是有刚夹到的娃娃，哎，这不是娃娃吊饰。所以你要用这个跟我们吗？可以。但我想问一下，你花多少钱夹到的？120。有破百，有破百，不错不错。它也是一个价值非常高的东西。我觉得是，真的非常错。而且有以后搞不好用得到。对，学书信上面是有。你现在年纪多大？16岁。哎，有机会。我们要公布我们要交换什么了。好，我们要送你。量杯，上学生会用得到。他脸是惊恐的。Oh no！ 量杯其实很棒的。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要对文组还是科那个，你可以先考虑这个。好、啊，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交换的动作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记得订阅大学 OK 啦。拜拜，拜拜。我觉得这个一个有、欸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很赞。你看他说什么？颜值，你想要颜值就这样。哎、欸，哦，啊，那另外什么？发财，是、哦、公司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它是，哦，它是键盘的那个，对，對啊、一颗一颗的那个。哦，好没有用哦。很可爱啊，蛮、欸、可爱的。我们就在死的小生活对吗？可以啦，100 OK 啦，换个早餐 OK 啦。下一个吧。虽然我觉得这东西很可爱，但是我觉得它的价值不够高。嗯。有关奖金呢，所以我决定我要使出我的朋友之术。朋友之术。不要装可爱，我跟你讲，我朋友在那边，所以我们直接进去跟他凹一个 ，OK， 一个单下高一点，可以可以 ，Go 走出吧。Yo， 阿尼亚哈塞哦，好久不见，我们要来拍影片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你先答应我可以吗？可以吧，可以吧。我们今天游戏主题呢是以物易物，好，你要拿一个东西跟我们交换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们不会跟你说是什么东西。但是我希望呢，就是那个的部分可以往上一点，对，那个部分可以往上一点。你说用心的部分吗？哎，是口口的部分要往上一点。有，有趣，有量，有重，有重，思考一下。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对你身上的东西？对啊，压力好大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蛮不错的，还在那边选礼物这样子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！包包好。你都谁？丁丁。哎，丁丁。哇！很有力，很有力，很有力。那我跟你讲，我们要送的东西呢，带有祝福的含义。对，而且它就是你只要有那个需求的时候，你就是就万几下就会成灵了。成真。解压东西，有治疗到心灵的东西啊，就是可以看的东西。对，会喜欢吗？你会喜欢。真的量真的量，来，三二一，送你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像发财，颜值，然后公司舒压吗？够舒压，不错吧？哦，不错哎，你确实蛮可爱的，放在钥匙圈上面。这是你们刚刚去另外一家玩？对啊。
没有，我们就跟路人不算加啦，不算加，两位啦。哎，会上瘾对不对？有没有蛮疗愈的？是不错。如果你们老板今天其实蛮有用的，各位。我告诉你，太给力了，1980。哦，很有实力，不错吧？我觉得可以，这使出的不错吧？但我觉得我们今天有机会挑战个5万。现在是12:23，所以我们一点要结束。那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再换个两样，然后再使出第二次朋友推理，看可不可以再换到，我觉得可以更好。哎，其实你们想，我们照我们这个逻辑，我们刚那个价值才120嘛，120直接跳多少？1980，这样算下去，我们应该今天10万不是问题。哇，10万，那这样倍数1980，我们下一个可能是19800了。好 ，Go Go。那我送你一个。哦。哦，你真的要冷静一点，你认真思考，好的，真的很冷静，很冷静。这个，哦。